坐上风火轮，游客尖叫声不断，另一边温和的旋转木马也都是人。春节九天连假，游乐园业者为了抢人潮大赚过年财，纷纷祭出优惠。虽然天气阴阴的，但还是有不少家长一早就带着小朋友拍拍照，因为今年是猪年，新竹六福村园区内游猪三姐妹多了新房子，而且在2月10号前入园只要499元，除了门票优惠，为了欢庆六福村40周年，打造全台最大旋转蛋糕溜滑梯，和40有关的游客通通免费游园。今年一大早就涌入了非常多的民众哦，尚未开园之前就有民众在等待入园了。那我们预估哦，在今天的入园人数大概会超过12000人左右。另外，小人国九天连假未满3岁免费入园，3到6岁和65岁以上门票399元，6岁以上则是499优惠，甚至提早开园延迟闭园。那小朋友来这边玩这个恐龙，这个恐龙很吸引人，对啊，蛮大的。而力宝乐园12岁以下免费，但需要搭配一人购买全票。全台北中南游乐园瞄准过年九天连假商机，优惠一个比一个多，想借此荷包赚饱饱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